stealing your red move from the blue side. 那我觉得这场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程了。那他就是会讲一些就是我们假如说你是蓝队的话，那蓝队你怎么说红队在用零 day 的时候，你怎么把他的零 day 干走，或者说你可以跟他有一些friendly 的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讲者。OK， 好，大家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Actually, your blue team is red, stealing your red move from the blue side. 其实呢，这个是一个矛与盾的故事。在我们身为蓝手方的角度下，我们是如何侦测红队的入侵，以及我们要如何重现出红队的入侵手法。然后我是 Charles， 然后旁边这位是 Evan， 我们目前都在中心数据担任研究员的工作。首先呢，我们会先回顾一下我们2021年所统计的治安事件，以及介绍一下我们做 MDR 的辛酸血泪。再来呢，我们会以去年一个很有趣的案例来做介绍。这个案例呢，是 DevCo 在进行 rating 测试的时候，我们所侦测到的攻击行为。然后再来呢，我们会介绍一下我们的 detention engineer， 然后还有在我们蓝手帮的角度下，我们会给出怎样的 EDR 跟 MDR 的百发时建议。但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会提方法论，然后我们不会讲太多的技术细节。然后我们 MDR 在做什么呢？其实第一个，我们主要会分析 EDR 所跳出来的 error， 然后我们会写出我们自己的 detention rule， 像一些比较鲜为人知的攻击手法，我们也会特地把它写成一个侦测规则。再来呢 ，survey hunting， 我们会搜寻一些新公开的 IOC 以及新的利用方式，找出我们之前的记录是否有潜在的威胁。最后我们会做 IR， 如果治安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帮客户调查出所有的来龙去脉，以及如何改善与修补建议。在2021年呢，我们总共收集了2800亿笔的事件，其中有4000万笔的事件是符合 MITRE ATT&CK 的 technique。 过滤完之后呢，总共产生了45万笔的 alert， 其中呢有44000笔是属于恶意威胁，当然这其中包括了很多破解软体跟广告软体。我们在2021年呢，总共发给客户了2120笔的告警，其中呢有288笔是属于 APD 攻击。在288笔的事件中呢，其实可以大致上分为以下种类。第一个其实占最大部分的是 Exploring Public Facing Application， 也就是 Web 直接被骇客攻击下来。再来呢是 Phishing， 像一些攻击者常常把钓鱼邮件寄到客户的信箱中，有一些客户就会直接把它点开来，然后就执行起来。再来呢要特别讲的是横向移动，因为有些客户呢，其实部署我们的 EDR 服务，其实他只会部署在一些特定重要的 server， 但如果发生横向移动的时候，通常攻击者已经在内部取得一个很高权限的账密，然后他在横向移动的时候，通常一次都横向几十台，所以这个统计的数字会比 Exploring Public Facing Application 来得高。最后 unknown 的话，就会是如果客户已经发生治安事件了，我们才进去做处理，但因为客户所保留的资料很难调查出攻击来源，所以其实我们会把它放在位置里面。然后其实我们在处理事件时呢，大部分入侵来源都是 Web 被黑，让攻击者直接取得 initial access， 然后再进行后渗透。有些则是直接从一些我们没有部署的地方直接横向入侵，然后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 VPN 外泄。其实 VPN 前几年比较知名的就是 FortiVPN 的事件，其他则是一些没有更新 patch 就直接用 one day 直接攻击进来。但我们也遇过 user 直接用 domain 的得名执行了随身碟里面的 malware， 然后导致企业内部直接瞬间扩散，部署一大堆 malware。 然后治安事件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与客户讨论的时候总会非常的无言。例如像是我们告诉了客户你的网站有漏洞，然后攻击者直接利用 SQL injection 执行的系统指令，然后客户就会反问我们，所以入侵来源是什么呢？
透过什么漏洞？然后我们就好，我不知道。然后扣除掉其实没有跟处理过治安事件的承办沟通，其实做蓝队还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像是首先呢，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 SQL injection 执行信用指令的行为，也就是 MS SQL 执行的 XPCN DSHIELD 在 EDR 上的记录就会看到这种记录， SQL Server 执行了一个 CND， 然后攻击者呢，因为正常来讲 SQL injection 攻击进来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拿到回线，所以你就会用 DNS query 的方式来回传资讯，告诉攻击者说 你指令执行的结果。像这个骇客呢，他在 Windows 上执行的顿点互为卖顿点，其实理论上这个指令不会执行成功，因为 Windows 顿点应该是不会被执行的。但身为一个专业的蓝方呢， 你会做什么事呢？其实我就告诉他 OK 我是 root， 然后我就回传告诉攻击者你拿到 root 咯。然后再来呢，骇客不信邪又执行了 ping 顿点 ver 顿点。好，那身为一个专业蓝队，那我就回传好 我是 Windows 的版本 6.1.7601。 最后呢，骇客就开始 ping 了一个 ping 叉叉叉叉，所以呢我们 合理的怀疑攻击者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最后呢，如果让攻击者知道 DNS 其实是蓝队回你的，他们可能就会直接说 OK 我想去物理破解蓝队。好，大家好，我是 Evan。 那再来我分享一个我们去年看到很有趣的案例，就是 DevCo 拿 Posse Shield 就是在开打嘛。那这个是在七月初我们在我们的客户环境侦测到，那也感谢那个 DevCo 跟我们本案客户就是同意我们做分享这个小故事这样子。那这个故事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先声明哦，就是好像有人在传说什么哦 ，DevCo 都零对二乱做什么的，没有 ，DevCo 都使用妥善通报，然后修补过后，然后隔了很久之后的 one day， 所以这个强烈声明就是不要乱讲话。那再来这个时间轴，其实我先介绍一下，在那个四月六号 Pong2Gong 上面，DevCo 就是台湾之光嘛，就是打穿了 Exchange 拿到冠军。那紧接着没几天之后 ，Microsoft 就释出 Patch。紧接着七月的时候，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大概过了九十天了。那九十天之后，我们在客户环境侦测到了这个漏洞。那当时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最后八月五号，就是橘子大大就是在黑猫大会上公开这个技术。OK， 所以这个时间点其实是七月初，就是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是包含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好，那在进入这个漏洞利用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 DevCo 那时候。作为红队的攻击方，他们大概做了什么事哦？我们以 MySQL 分类来看，其实第一步其实蛮典型的，后生都会做 Extracting Send Database。它其实就是，如果你有做过红队，你应该可能都用过这个技巧，就是Windows 的 Send 嘛，那里面存了很多 local 的 password， 那把它 dump 下来，你就可以捞命。OK， 那第二步，他把 CMD 做了一个 rename。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是因为现在蛮多的，例如说防毒也好啊 ，EDR 等等，它其实会去侦测 source process 跟 target process 的一些关系。例如说这边一个经典的 IIS 的副程序跑了一个 CMD， 那如果说comment 好像又看起来很奇怪，可能就会被 block 或是什么的。那我根据他们释出的文章，其实也有发现说，他们去比 Pong to Pong 的时候，三月的时候 Posse Logon 是烧的满城风雨嘛。那时候 Defender 其实针对 Exchange 去做加强，就是说你敢跑 CMD 做一些怪事，那我直接把你挡掉。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 Web Shield 是有点不太行的哦。不过这个绕法也很简单，你就把 CMD 重新命名就好了。那下一个是 LSAS 的记忆体 Dump， 那 Mini Dump， 那这也是红队非常经典的手法，就是把 LSAS 的 Memory 拷出来，那里面会有非常多的 Credential。那他们的做法也很简单，用了一个我想也是非常常见的 COM SVCS 的里面的 mini dump。 那这个好处是你不用额外再载一些dump 的工具啊等等的，你也不用放一个 mimicast 上去，你可以直接用系统有的原生指令，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最后一件事情是 Posse Shield， 这个后面也会介绍到，因为它一打进来就是最高的 system 权限，所以他们 理所当然可以直接加了一个企业的 admin 进来做一个常驻。 OK，这个 MySQL 我们看完了，就是基本套路。那身为蓝方的我们，总点搞点事啊。
我们 Mitra 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个 Mitra T94.87 这一招叫做卢晓 Rating。 那具体怎么反他们呢？就是我们会有一组红队的 Domain 嘛，那看到这个 Domain， 哎，又看到他们好像想要做点事情，做点 DNS 资讯传输，我们首先第一个就发给他，哎 ，flag 是什么 ？flag 是 no RC 给你了，哈哈。那第二个，我们又发了一个，就好像太嚣张了，我们赶快发一个 please don't attack me。那再发了一个很可爱的表情符号，我们希望他有收到。那发完了这几个讯息，哦，这个讯息也都是直接写一个被许发十万次发给他们，所以他们应该是有收到才对。那我们一直期待红队有发现这件事，然后可能可以用各种手段跟我们做一个第三方接触。那种灵异沟通之类的，但很可惜没有。结果没想到这个案子结束之后，首先是因为这个本案的客户就有在问说，哎，你们做蓝队，你们是否发什么讯息啊？怎么那个红队的人在问？他说，哦，没有啊，没有，我没有发。那结果案子做完之后，我们去肯定要统整一下的嘛，那我们去 Vice Total 看一下当初的那个 domain。那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是，哎，好像有一笔很怪的 record。那这个 record 是什么呢？是红队当初留言说：“哦耶，我们是 domain admin 啊，哈哈。那”那哇，我那时候就震惊了，哇！这红队蓝队可以用 DNS 骂红队，红队现在也可以用 Vice Total 反骂蓝队。那我就觉得哇，这现在玩法越来越高超了，大家的交流越来越友善。OK， 那其实到这边基本的红队操作就结束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多想，想说哎，刚刚可以准备结案了。哎，结果查着查着源头的时候，发现好像有点怪怪的。那具体怎么怪？第一点怪的是他的 web show 来源其实非常诡异哦，这个有点小，我放大一下。他的来源程序其实是有一只看都没看过，这名字很长，叫 MS Exchange Mailbox Replication。那不用理他，总之是一只非常罕见的程式。那基本上我相信当时候蓝方，可能大家都对这只程式没什么概念。那很奇怪，但不晓得为什么。第二个奇怪的点是，这个 web show 竟然格式是一封信哎。它是一个 Outlook 的 Mailbox、欸、那我如果相信，如果你平常有在传一些码上去的话，有些过免杀的手法，你可能会在前面放个 GIF 的档头啊等等，你可能可以绕过一些基础的查杀。不过这里的情况就好像不是这样子，它好像是不晓得什么原因，它导致它的格式真的就是一个信箱，结果里面写了一句话木马。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们继续看下去。那至于为什么信箱，那我们肯定得汇入 Outlook 开一下这个信嘛，看到底写什么。哇，就一打开 Orange 的大名就写在那边，就跟我们 say hi。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讯息非常震惊，就传到我们公司的群组说，哇， Orange say hi 还敢 hi 啊。那就哇，原来是 Orange 大大亲自来发信哦。结果最后才发现，哇， Orange 不是要跟我们 hi 啊，他是要 hi 我们啊，那个白帽骇客，以后这个收信要小心一点，那个信件不要乱开。那我们根据这个信，我们想说，哎，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档头好了，因为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哎，结果打开档头发现，哎，有一个很奇怪的档头叫 test。那这 test 接了什么？一堆乱码，看不懂的乱码。那非常诡异嘛，可是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我们结合了这件事情，那再根据我们刚刚 EDR 看到那个很奇怪的 process， 我们做出一些猜想，就是首先这个 web show 该不会真的是透过什么汇出功能？它达到产出，达到任意写 ，OK， 这是我们第一个猜想。那沿着这个猜想做下去，这种功能应该后台才碰得到吧？那为什么它碰得到？是不是有什么方法绕过？像是 proxy logon 的第一步做了一个 SSRF 嘛？那我们合理推测，这个 exploit 应该也有一个第一步才对。那结合以上两个猜想，哦，这应该是一个 exploit chain， 而且像是最后一步。OK， 那推测到这边，我们先做点情收好了。首先客户当然已经上了 proxy logon 了，所以不会是 proxy logon。 那再来哦，四号像刚刚讲的那个四月 pong to one 打穿了 exchange， 所以我们就来猜，哇，该不会是这个核弹吧。那我们翻了一下作者本人的推特哦，他有提到说，哦，我又挖了两个新洞洞哦，一个叫做 proxy oracle， 一个叫做 proxy show， 所以我们就来猜，应该啦，应该会是这两个其中之一。所以就是说啊，现在这个 exchange pre-auth RC 我们可能真的捡到了。那既然捡到了，那我们就来复现吧。这么香的核弹怎么可以放过它呢？ OK， 我们想要说啊，通常最后一步任意写一定很简单，根据以往的经验，所以我们想说先复制一下最后一步怎么做的。
那我们就开始了。名字二选一嘛，猜一下。我们当初其实也没有什么概念，我们纯粹单纯的觉得，哎，啊，信件不是加密吗？哦 ，Oracle 好像跟密码学有关，哦，那它就是 Plus Oracle。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说，哇，橘子那边密码学，那但是又不知道密文里面要怎么包含一句话，它写不出来，所以，可惜不是。那第二个我们想到了 Exchange 的 ActiveSync。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很简单，它就是大家一定常用，就是手机啊、电脑啊、各种设备，你的信件什么的各种同步，它其实就是一个功能。那为什么会怀疑到这功能？其实当初分析 log 的时候，主要是看到很多这类时间点好像对得起来的地方，但可惜也不是。那我们就在想说，哇，这颗核弹该不会还要一些使用者互动吧？例如说使用者要收收信啊，点点信件啊等等。那可惜也不是，他还真的不用。那到底是什么？不晓得卡关。结果我们在后台 ECP 就是 Exchange 的管理 UI 那个网页就可以用了。那我们随便功能点一点，就发现怎么真的有一个地方叫做汇出信箱？那我们尝试了点了一遍，那再去 ETR 对资料，发现看起来87%像，那肯定得是这个功能了吧？可是。哇，汇出信箱，那你信箱的格式里面都是乱码，都控不了内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们回去翻了一下 log， 就发现，我们这个汇出的功能里面的 request 跟那个攻击者实际操作的，好像也对不起来。所以啊，只能再 try 他的。那我们想说，不然就先回到第一步看一下他怎么做好了。那第一步其实是一个认证绕过，就是猜的啦，但事实就刚好也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录封包，也没有叫客户开启，例如说什么 debug 设定啊等等。其实我们唯一现在有的东西很单纯，就是一个 access log。那这 access log 就是记录的东西，你要说少也不少，但你要说多其实也不够多。所以我们就在比对时间点，看一下入侵的时间点有没有什么怪怪的请求。可是 Plus C Show 这个漏洞蛮贼的地方是，对蓝队来讲蛮贼的地方是，它的时间轴攻击的时间其实比 Plus C Long 还长蛮多的一个。那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你得先寄信，像刚刚那个 Orange 寄了一封 Hi 嘛，那你寄了，你要等他收信。那再来，这个后面会提到，就是 Exchange 的管理界面，我们把它建起来，这个也要时间。那再来，我把那个信箱导出。就是前面那一页信箱的地方，这个也要等它汇出完成，所以什么步骤都要时间，导致如果只有单纯看那个时间轴去分析，其实是蛮难做的。那虽然难做啊，但我们还是非常的功能智慧的统计了几个请求。那做了一番统计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很多诡异的请求，就是一脸看起来就是一脸怪样，但具体怎么怪也不晓得。可是他们有个共通点哦。他们都有一些 PowerShell 的字串在里面，那这当然是觉得好像蓝做蓝队看到 PowerShell 这个字就觉得浑身痒痒的。那PowerShell 再回去对一下那个名字，那 PowerShell 还蛮像的哦，会不会真的这个漏洞是 PowerShell 呢？所以我们打开了这个请求，这是其中一条关键的请求，可以看到一些也不是重点，但反正看起来有点怪，但重点是这个。这个紫色的地方有一个奇怪的参数叫 XRPSCAT， 那这个参数为什么奇怪？其实也是我们回去翻整份 log 发现这个参数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可以怀疑它有一点怪。那基于这个想法呢，我们开始想说，这个 AC 有 bypass 吗？那具体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就是我们当初讨论到说，这个确实是汇出功能啊，就是把信箱汇出来然后做一个任意写，可是中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可是 log 完全没有看到 SSRF 啊，因为 SSRF 通常就是内网的去请求另外一台嘛，所以没有看到很像 SSRF 的记录。那我们就在想，那还有什么能绕过？该不会是解析问题吧？那基于这个猜想呢，我们去 build 了一个自己的环境，做了一个 debug environment， 那把所有设定打开，那送了一些刚刚那些请求之后。怎么就简通关了？那看起来就是这里有一个 system 权限。那其实我们在做的这个洞，其实就是我们有复现出20213473这个漏洞。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AC 有 bypass， 那是 paste confusion。
那这个洞就来的这么突然，就是突然就把它复现出来了。但复现出来之后，我们结合刚刚攻击者用到很多 power shield， 那肯定跟 power shield 有关吧，所以我们开始去结合 power shield， 可是发现都回40耶，都没有200，所以这个难道还不够吗？这个认证绕过还不够吗？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说应该还有一个关键步骤才对。 OK， 那我们就只好很痛苦的打开了 Exchange 的 DLL， 这个只能逆向了，这没办法，通不出来了。那打开之后，我们根据那个奇怪的参数 XRPS 去找，那还真的让我们找到一些认证相关的流程。那具体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这个东西不晓得为什么会被反序列化，那会变成一个 token， 那这个 token 又跟这个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X Common Access Token 有关，但技术细节在这里不重要，但总之我们发现了这件事情，那这个参数那不就对起来了吗？当初DevCode 的人打了这个，一定肯定是得跟认证有关。那我们如果成功利用的话，那肯定能解决掉可能就是会吐200啦，东西那个连线建了起来了等等。那但是很遗憾的，我们看着逆向然后去把这个反序列化的结构建起来，可是一直失败，一直失败。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想那这个结构不然我们把一些有用的栏位挑出来好了。那有用的栏位挑出来，就当然就是干嘛，开始发信哦。结果发一发还真的蛮快的，就被我们发出了一个200。原本以为到这里已经通关了，结果发现200没用了，因为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们还以为就是200建起来之后，哇，就可以用 Power Shield 下指令什么什么，没有 ，Power Shield 要完整建立起来。但那时候我们的背景知识还不够，还在一个黑暗摸索期，所以我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反正 debug 之后，我们开始有一点点 sense， 是说这后面好像是走了一个 protocol。 那这个 protocol 我们当然也是看 debug log 看出来，那这个 protocol 结合了一些 log 的线索，像是 user agent 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它应该是一个跟 winRN 有关系的 protocol。 那想也知道 winRN 这个 protocol 这个客户端怎么可能自己磕，所以肯定是找工具哦，那找工具把它兜起来，所以我们开始找。那找着找着，研究着研究着，发现其实它后面对应的 protocol 这也不重要， WSMV 跟 PSRP。 总之我们找出 protocol 之后，我们再根据这个 protocol 的方式去找对应的工具，其实最后就找到一个 Python 的套件 PyPSRP。 那一开始其实也是失败，因为它并没有设计，因为 Exchange 的架构有时候它有做 cluster，那就是很多台 Exchange， 那你可能会做 low balance， 那总之会这个原因会导致这个套件不能用。总之我们做了一番魔改，把它改成可以用之后，我们成功就跟这个管理界面沟通了。那沟通之后，我们尝试下了指令，我们下了一个显示使用者，确实回传一个使用者。到这边我们就竟然就这样把34523这个漏洞给 reproduce 出来了。但其实我们当下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一个什么提权等等的吧，但后来整个漏洞公布出来之后，发现它的另外一层含义是其实刚进来用第一步进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 system 权限的，但很遗憾的是 system 在 exchange 的环境底下它并没有邮箱因为它不是一个 regular user， 所以你没有 mailbox 的情况下，其实你当然不能用一些管理界面的功能所以这个漏洞反而有一点点把权限降低的意味把从 system 降低成例如说 admin 这个账号，那方便去做后续的操作。那这个 exchange 的 management shell 是干什么的呢？如果是网管或是有在碰 exchange 的人一定都碰过，它其实就是一个 CLI 界面，那基本上它是 based on power shell， 那你可以做一些基本功能收信查查环境的东西等等。那 OK policy shell， 我们 policy 的部分应该是成功了吧，但那个 show 呢？怎么没有 show？ 好奇怪。但 show 当然就是想也知道是最后一步任意写出 web show， 但我们一直找不出来到底要怎么把这个奇怪的 PST 格式，就是 mailbox 格式，变成了一个 web show。那找都找不到，我们想说，不然我们绕别条路好了。所以我们当初开始试一些奇奇怪怪的参数，反正只要能放一些 input 的地方，我们都给它试一遍。
所以失败了 batch name 失败了，那参数失败，那再来我们又试了一个是什么东西的也不重要，反正我们输出成 fuck 2点 base pizza 哎失败，那下面一个我们又试了一个函数 is for csv 哎还是失败，那再试了一个 fuck 3也是另外一个 API， 那还是不行，还是没有可控的内容。那最后呢，我们甚至还想耍点阴的，我们把攻击者本人的 web show， 我们想说，哎，不然我们藏一点东西在后面好，我们魔改他的档案，直接把我们的东西塞在后面，那再汇入回去信箱里面，哎，那不就完事了吗？可是很可惜，汇入之后我们的东西就消失了，所以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成功，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群组打说，这到底是什么鬼巫术，根本看不出来。那我们把 Exchange 的管理界面每一个 CMD 都试了一遍哦，就是疯狂失败。所以我们本来想说放弃，就是回到那个 Orange 本人的打法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的 CMD 叫做 Export Exchange Certificate。那这个东西我们当初有想过，但它毕竟你看名字，它其实就知道哦，它是把凭证汇出嘛。那凭证汇出的前提就是，首先你要有一张凭证。看啊，可是你要攻击的环境当然不会有你想要的凭证嘛。可是我们当时实在走投无路了，我们就想说，大不了自己加一个凭证喽。我们反正我们都有功能可以加了嘛。那我们就试一下，哎，凭证可不可以控啊？哎，发现哎，确实有一些内容段是我们可以控的。然后放着放着，解掉一些 backlit 的问题之后，哎，好像真的在签发者这边，我被我们塞进了一句话、哦。这个图有点小，总之在这边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 new 一张自己的凭证。把一句话插在某个栏位里面，那最后得到它的资讯再导出成 web show， 那结果就是，哎，我们真的因为这样拿到了一个 exchange 的 web show， 在这个签发者这个内容里面，哎，好像通关了，当时就这么觉得。那我们就随口抛了一句说，哎，你 exchange 有更新吗？我说应该有吧，就看了一下，哇，竟然没更新。结果跟上去之后才发现，这招竟然已经被修掉了，就是它会自动带一个 PFS 的副档名的，就是副档名不能任意控了。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们那时候非常气馁，就忙了半个月挖了一个很破的 one day， 这就是我当时的脸。哎，那没办法，只好回到原本的方法嘛，就是 Mailbox 格式的 Web Show。那这个格式其实那时候我们走也不是走投无路，就是确定没有任何方法。那坐在电脑前面慢慢看的时候发现，哎，其实也蛮简单的。这边借用了作者本人的一张 PowerPoint 哦，它其实就是一个一对一的 encoding 的格式、哦、所以把这些算法都 call 过来，那把 input 给他，其实好像就完事。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照做了一遍，把 code call 过来，那哎，确实这边就有一个可以看到红框这边、哦、就是我们确实也控了一句话在这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最后一步的任意写31207。我们也蛮意外自己在这步卡了这么久的，因为现在回头来看，其实这个步骤应该是最简单的才对。好，那以上是我们的复现过程，就是这边有我们当初试出的 exploit 可以看一下。故事其实应该到这边就差不多了，但最近又发生了一件事，在演讲前不久的时间。那什么事呢？其实身为蓝队，如果你有做一些研究啊，你有写一些攻击脚本，你应该都不太希望真的有在野的黑客拿去利用拿来打，所以你唯一通常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会放一些 IOC 在里面，很显眼的 IOC， 显眼到什么地步呢？像我放了一个 EDU、啊、就是非常具有的教育意义、啊、就放了一个 EDU 在这边。那原本想说，哎，这些脚本小子如果直接把我的 GitHub 专案 clone 下去的话，那打的时候应该会直接被 WAF 看到或等等等等的，所以我当初的用意是想说留点特征，让那些脚本小子可以马上被侦测到好了。结果打着打着，突然就有骇客拿去打我们的客户，那客户再拿去问别的厂商，那别的厂商看到这件事情，然后来说，哎，就是他们干的啦，哈哈，你看我看到 GitHub 这个是中心数据的员工。所以我就哎，以后学到的宝贵教训就是 GitHub 不要放本名了。那这个就是最近发生一段小插曲。OK， 我们接下来会介绍一下 Detection Engineering。首先呢，这是 Web Shell 的 Detection Engineering， 像是在 Windows 底下的 Web Server、WSWP、Tomcat、HTTPD， 然后跟 Java，
如果他突然 create 了一个 CND 或 PowerShell 或 WMIC 之类的，然后他的目标是执行 Who am I 点 ESC， 像如果我们在进行红队测试的时候，我们如果拿到一台 Web 的控制权限，我们第一件事会做什么呢？其实第一个我们就会先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权限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提权之类的动作，然后再来呢，我们也会去拼说 这台到底能不能直接出外网，所以我们就会拼 Google 或是百度。其实像对岸的中国网军来讲，拼百度是非常显眼的东西，因为他们不会去拼 Google， 他们只会拼百度，因为毕竟他们不用 Google 嘛。OK， 然后在如果是在 Linux 上面的话呢，我们都会直接侦测说，因为 Linux 预设安装的 Web Server 的使用者是固定的，像 www.data、Apache 之类的。如果他突然执行系统指令，像如果攻击者他拿到 initial access， 他想要布自己的后门，他一定会到外部下载一个档案，利用 CUIL 或 wget， 我们也会针对这种攻击行为呢，特定写成一个 detention rule。再来呢，就是 SQL injection， 像 Windows 的 SQL Server， 它的副程序是 SQL Server VR。然后如果他突然 create 一个 CND， 也就是利用 XP CND shell 来执行系统指令的话，其实正常来讲，这条规则几乎是不会误判。然后如果骇客是透过其他方式，像是用 user defined function 或是一些 CLR 的方式来执行系统指令的话，你就有很大的几率看到的不会是 CND 点 ESC。然后在 Linux 上面呢，其实你也可以直接针对 process user 去进行侦测，像 Linux 预设安装的 MySQL， 它的使用者就是 MySQL 或 Oracle 或 Postgres， 然后它执行的系统指令，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写成一个 detention rule 来进行侦测。然后其他很多厂商呢都有类似这样的侦测规则。像这个，它侦测 W3WP create 了一大堆 的 process， 它都认为它是异常，所以都会直接跳一个告警给你。然后之后也有非常多的厂商都是写带这样的规则。其实像很多人就会问说，那侦测规则既然写的那么死，那为什么 WebShell 都还没有死绝？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去侦测 W3WP create 一个 CND， 其实这个很容易误判。尤其是在一些古老的 SAP 系统上面，他们在进行备份的时候，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用执行系统指令的方式来进行备份。如果你直接设成 block mode 的话，你会直接让你的 SAP 系统死掉，那客户可能会直接疯掉吧。然后再来就是后渗透，后渗透大家最常用的其实就是 impacket 的套件，尤其像是 WMIESEC。这个如果你在执行系统指令的时候，你的 commander 会非常显眼，会符合一个特定的特征。然后 send by ESEC 呢，它也会有一个特定的特征，如果你没有去做任何更改的话，你一执行下去就会直接被 EDR 的侦测规则给 hit 到。像其他厂商呢，也有针对很多这种规则去进行侦测。然后就会有人问说，那 impacket 那么好侦测的话，那为什么骇客还是那么喜欢用呢？其实很大的原因是有一个，像我们在做侦测的时候，我们就抓一个 impacket 的攻击，然后我们就直接发信给客户说你已经被攻击了，然后就有客户回我们说他们是在做弱扫，然后我那时候才会知道原来弱扫也会用 impacket， 我那时候直接傻眼。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攻击者直接用 WMIESEC 横向攻击了内部的电脑，但使用者看到 Defender 跳了一个通知以后，他很默默的按了右上角叉叉，然后继续做事，他完全也不处理，所以骇客就一直踹，一直踹，一直踹，一直踹。然后再来，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 EDR 跟 MDR 的 bypass。首先呢，其实你可以直接让你的 EDR 记录是合法程式所产生的。像第一个 process 和配的品，像右边这个图片，我们直接执行了一个 process， 然后我们看到签章是 sign 有 sign 过了，然后发布者是 Google。其实这种你可以很容易混淆你的蓝队分析人员。像如果你蓝队分析人员如果没有很高的警觉性的话，其实你会很容易把它就直接 b
放行了。然后再来或 plus Halloween， 如果你直接 create 一个 process， 然后你把它的 session 直接 unmap 掉，然后再进行重写的动作，其实你会看到你的路径或是你的签章全部都是合法的。如果蓝队分析员没有仔细看的话，你 也很容易直接就让它放行了。然后再来像是 plus injection 或 deal hijacking 的动作，其实 这种攻击呢，合法程式很容易被忽略，但你进行常驻的时候是非常的明显，所以蓝队通常会侦测那个常驻的时候，来找出这种 process 和 pattern 的 loader。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些很简单又快速的 bypass， 像第一个进入安全模式，因为 EDR 呢会进行一些 user hook 或 kernel mode 的 hook， 如果你出现了 bug， 你会让你的系统直接死掉，你会保留一些安全的手段，你可以直接进安全模式把你的 EDR 砍掉，来让你可以正常进到系统里面，或是你可以直接把 EDR 连线 ban 掉，或是把 EDR 回报的 domain name 指向成 127.0.1.1， 或是 有一些企业内部呢会用 sysmon 进行监控，我们也可以用 Burton 这个工具来把 Windows 的 event log 的 server process 给 kill 掉，让它不会去做任何的记录。不过通常你做这些都没被发现的话，其实你真的是上辈子烧好香。然后再来呢，其实把 EDR 连线变掉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有遇过，像我们在其中一个客户进行治安事件处理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跟攻击者大战了三天三夜，结果到最后他们受不了，他们就直接进 AD， 然后把我们 domain ban 掉。然后再来呢 ，hook bypass， 像有些 EDR 都会直接 hook 特定的 Windows API， 如果你是攻击者，你会直接把那些 hook 的地方直接再把 unhook 掉，或你可以直接使用 season call 的方式避免掉 call 那些 API， 或者是你可以使用一些怪怪的 API， 不是在 EDR 的 hook list 里面。其实网络上有很多关于此种类型的攻击方式，通常这种攻击呢可以很有效绕过主动防护，但如果是对于监控记录来说可能不太有用，因为毕竟你之前的东西还是有可能会被记录下来的。然后再来像是侦测规则绕过，像 robust 指令混淆或者事件类型的转换，其实这些攻击呢你很容易逃避侦测，但如果你被 server hunting 给摄取到的话，你就会直接被进行调查，然后进而被连根拔起。但对于红队来说，你永远不知道 蓝方那边他到底写了哪些规则，所以你也不确定你执行的指令到底会不会触发到 alert。 像这个是 the detection rule 或 server hunting 的 regular expression， 简单来说呢，就是攻击者如果想要看你的 domain 资讯的话，他可以下斜线 domin， 但他也可以改成斜线 do、斜线 dom 这种类似的方式。如果你的 regular expression 是像 上方的红，像上方的红色资讯的话，绿色资讯，如果你攻击者是用红色的指令的话，你的 alert 其实是不会被触发的。还有像下面的 PowerShell 也是一样的情况。然后在事件类型转换呢，其实很多的 detection rule 都是基于 process create 的。像如果你是 web shell 直接攻击进一台系统里面，通常身为一个专业攻击者，你一定会想要尽可能的拿到系统执行指令的权限。其实如果你一执行系统指令，你有很大的几率会直接被侦测到。通常呢，我们都会直接建议说，那你就直接塞个 tunnel， 然后再用 tunnel 来进行横向扩散，你说不定就不会被侦测到了。然后再我们做一些结论。其实对于蓝队来讲，你永远要对那些不正常的事情保持好奇。像如果一个没看过的程式，如果突然执行了起来，你一定要去追查出它的来源到底是谁，然后还有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还有观测那个很多 Bray Hay 啊或是 DevCon 上面所新提出的攻击手法，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detention rule 来进行侦测，然后提高自己的防护价值。然后蓝队呢，你其实你做到满分也只会有100分，因为你毕竟你就是确保你的客户不会被黑，或者是你的企业内部不会被攻击者攻击进来。但如果你去钻研红队的攻击手法呢，你可以提升自己的上限。像我们在做 蓝方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幻想着我们是红方，我们要怎么攻击到这台主机里面，然后攻击进来呢，我们会执行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我是身为蓝方，我要怎么侦测这样的攻击，然后我要怎么样写我自己的 detention rule。 然后再反过来呢，如果我知道这些 detention rule， 我要怎么再去把它绕掉来避免跳告警。然后蓝方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要写太多alert，因为如果你alert一天有几万几十万笔的话，你一定会看不完，那有告警就等于没告警。然后对于红队来讲，侦测的方式呢已经变成蓝方的趋势，绕过阻挡其实已经 不太重要了。像你进行内网渗透的时候，你要尽可能的隐蔽自己，不要执行那种像 credential dump 啊， 或者是 类似其他的攻击方式，因为那种很容易就被侦测到，如果已经被侦测到，马上就会进入到调查，就会马上被连根拔起。然后对于托管系列的服务来讲，你要对抗的是人而不是机器，然后你最好是小心使用那种价值连城的漏洞，因为如果被蓝方捡走的话，其实就蛮亏的。最后呢，其实被记录真的会怎样吗？其实也不会，因为很多 EDR 的资料只能收集到可以回去查，但不一定代表会有警示。那被告警真的会怎样吗？其实也还好，因为很多的时候告警太多，使用者也根本看不完，或者是根本没有能力去进行判读。但被发现的真的会怎样吗？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就算看出了告警很可疑，往往使用者也没有能力去做调查。那如果通常没有能力去做调查，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其实使用者都会直接重灌改密码就结束了。那被调查真的会怎样吗？那就更不一定，因为 IR 需要很高的专业知识，往往你很容易就处理不干净，你也查不出来源，然后也不确定说它造成了什么影响，所以风波仍然在内网保留控制权。然后如果你对 IR 或 Survey Hunting 或 APT 逆向等有兴趣，然后 We are hiring， 然后欢迎把履历寄到我们的信箱。好，谢谢。有 QA 吗？那我们谢谢Charles 跟 Evan 带来精彩的演讲。那大家有什么问题有想要问他们的吗？你好，不好意思，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感谢您今天分享这么精彩的那个内容。我想知道，就是说，刚刚有讲到，就是说，你们是在那个 Origin 公布了那个使用的漏洞的时候，你们在一个场域里面调查到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是一个攻防演练的活动吗？还是说这是你们在红队演练的时候，可能对方就请你们在现场去直接做侦测而现场发现的呢？还是说这是事后或者是在什么样状况下解析之后才发现的？谢谢。好，这个问题呢，其实因为Dave Cole 是由客户那边委托进行红队演练的，但他们本身就有买我们的服务，然后因为我们原本就在帮客户内部里面部署 engine， 然后做即时性的监控。像我们侦测到 Dave Cole 攻击进来的时候，我们就马上通报客户说你已经被攻击了，然后客户才回报我们说没有，他们是正在请 Dave Cole 进行红队演练这样子。那因为时间关系的话，我们最后一个问题。那我们线上的话，线上有问题，那我们就问一个线上的问题。那有人问说，那如果 hook 掉 event log 的方法，是不是就可以把 Windows event log 和 sysmon 都直接绕掉呢？对，因为你把 event log 所谓给 kill 掉的话，其实你的 event log 就不会再记录任何事件，然后你也不会做任何清除的动作，除非你把所谓恢复起来，你才能进行持续的监控。
OK， 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场就到这边，那我们再次掌声谢谢Charles跟Evan。